另外，吉安乡公所运用了原住民族委员会年度公益彩券回馈金补助计划，开办原来部落这么美部落导览人才培训课程，透过了经验丰富的师资传授指导，培训在地原住民文化导览或者是部落旅游相关人才，提升专业的解说技巧，诠释吉安乡的地方文化。吉安乡公所运用原住民族委员会年度公益彩券回馈金补助计划，开办了原来部落这么美部落导览人才培训课程，透过经验丰富师资授课指导，培训在地原住民文化导览或部落旅游相关人才，提升专业的解说技巧，诠释吉安乡的地方文化。吉安拥有大山跟辽阔的海域，在清代汉人还没有移民来之前，这里是阿美族传统的部落领域。我们相信这一次培训的所有的部落导览的一些伙伴跟志工，未来要承担起介绍吉安部落的文化，甚至于把吉安的美还有过去在部落里面的故事，好听的这些重要的记忆跟我们传统的历史，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课程分为平日班和假日班，共有50位学员参加培训。上课内容是以吉安乡原住民的历史发展脉络为基础，结合了周边文化景点及重要历史事件，规划主题性的研习课程。而结训的学员未来将会在各个原民馆舍还有游程活动当中来担任解说职责，提供人力资源，也将协助推广观光旅游活动发展。吉安部落这么美，爱你哦！谢鲁慧吉安乡报道。